嘿，大家好，我是陈浩，我们今天带来是勇的一个打野实战解说了，好不好？看到我用勇打野就知道代际大条了，代际大条了，是不是？是不是？是拿出一点实力，我们才会拿勇出来打野啊，对不对？那这边野怪先出来之前，我们先射上个几箭，然后叠出一个被动。好，那这再丢个二技能呢？我们打野呢就先出二技能，虽然你可以看到 CD 很久，但是用二技能就可以快速的吃掉这一滩野怪。这边再一个寒冰之柴再次的带掉，其实你可以看我们吃野速度并不慢，好不好？并不慢，我们可以呢用一个很方便而有一个有效率的方式去吃野怪。通常啊，吃完这只野怪还没上三等，表示说你吃的速率呢是算快的，好不好？好，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先射出一个被动之后，再丢出二技能，再丢出被动，这个野怪直接收头。那这边有这个红 buff， 把这个圈圈的拉过来，拉过来，红 buff 来来来来，你来你来你来你更来来啊 ，K C 来哈来。那么准备丢出的是打野弓。那么看到这个有一个雷波雷波雷波雷来来来你来来，先丢个二技能，打出被动，赚个助攻，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助攻很棒嘛？对不对？那我们赶快去吃一下这个刚刚没吃的野怪，这个野怪赶快吃一吃。吃完之后吃古龙，先丢个二技能，我等你古龙，我等你，我等你出来啦，是不是出来？那我们赶快的有效率的啊，非常非常有效率的两次个被动，第三次被动丢出来，我们大招往上射，射看看有没有人在那个位置。发现没有人在这个位置，我们赶快的跑过来，是吗？跑过来这个草丛，听说很多人会躲在那个草丛，我用二技能探个草，发现没有人躲在这草丛，我们先吃个蓝 buff 也不急，因为对方的打野呢在地都有，好不好？加呢嘎这压拐，不是压拐，哎，超压拐，超压拐上面挖沟。好，吃了红蓝 buff 之后，我觉得可以直接义无反顾的开启魔龙刀锋，差不多失去下路吃蓝了。那我们再直接快速的来来来来都来来来，好不好？来来来来，吃掉了吃掉了，很棒很棒很棒嘛，是不是很对嘛？我们这边再吃一只野怪，这个野怪都被对方的打野给吃掉了。那这有个刀锋宝贝，稍微设一个被动在他身上。好，上路那边呢，我们看到了这个超人的非常非常，哦呀，这个兔宝宝，我赶快这一箭射过去，是射到对方的 Alice。那这一个 Alice， 哇哇哇哇，这超人打疯了，打嗨了，我们直接过来收头，好不好？在下路那边呢，这边还有个刀锋，我这边直接大招 bam 下去，一个 bam， 好不好 ？bam 掉了啊，把朋友 bam 不见，鸡腿 bam 当，是不是？然后这边的话，这个小兔说：“你大难临头啦，哈哈，你是不是大难临头？”那我们这边赶快的，你是不是想守，但是守不了呢？我们直接要完全不用担心他的一个，这边还有个 Lilian， 还有一个 Lilian， 还有一个 Alice Mountain Alice。好，这边快速的，这一关不行，我们一个寒冰制裁，是不是先治掉再说，先治一波。我们这个超人非常非常勇敢的去探草，那我们吃了魔龙，又拿了古龙，又再一次的拿了这个蓝 buff。好，没什么好骄傲，但是我要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是我们的爱国节操精神。完了，那只野怪完了，我现在两边跑完了，好，顺利吃掉，这是什么？效率嘛，是不是？我们吃野怪要什么效率嘛，对不对？我们玩游戏要什么效率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这一局呢，我们赶快的啊，快速结束。这边有一个雷，不是雷波来了，我定身一个定身 ，bang！ 哦哟，这个龙马，我 save 了龙马的生命，你知道吗？我救了我们家龙马，哈哈。虽然对方爱丽丝也有这个臭狐狸，但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哦呀，好痛！好痛！其实我们用这个魔方鞋会比较好，因为对方爱丽丝的大招很烦嘛，对不对？但是毕竟我们打野位啊，很容易遇到对方的刀锋，所以我们出的是物防鞋。对方想砍我是砍不了。躲草，躲草啊，躲上草，以为我不知道啊，以为不知道，
是不是？我们这是不理啦，不理了。这魔龙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来偷偷的看一下对方的野怪。那这边的话，我们已经往下路靠了，所以上路那边的人势必必须交出一点牺牲权了。那这个呵呵打的不错，对方的雷波打了一个呵呵打的不错，那我们是要让他知道我们有多狂啊！这个啊，莉莉安，我稍微瞄一下，爸爸直接收头。我们这一场的用那最强什么？最强的就是看不到你，但我杀得了你。那刚刚那个是我看到你了，所以你死了。也是他的一个技能啊。我看到你 ，and you die。I see you and you die。I watch you and you die。是不是非常有魄力？这句话，再远我都可以让你贷款。那贷什么款？小朋友不要贷款，知道吗？年纪轻轻不要贷款买车。这个爱丽丝我直接被动射在身上，但是好像没有很痛啊，是还没很痛，没关系，慢慢来，慢慢来。我们先农野，这个对方很难受，好不好？很难受，这对方很不好打了，我跟你讲，难受，香菇菇啦。难受啦，这不好打啦，我们三塔外面的三塔先拆，拆好之后来吃魔龙，对，久违的魔龙，赶快大家一群人，好不好？这群人大家一起吃魔，可以看到比赛的节奏并不是非常非常快，我们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慢慢拆塔，不是打一波高潮的那一种。对，你可以看我们的人头数还不多，但是就是慢慢的 slow down， 恶性的啊，你知道慢性的中毒。对不对？我慢慢来啊，东着急，不用着急，先吃野怪，把野怪这一波全部吃光，是不是？是不是非常非常好啊？我们再一个红，很难靠近我们勇了。那我这边必须的，现在有这个打野攻，我们再把破阵丢出来。这个凯撒我刚好路过啦，路过看到七分钟吃凯撒 ，easy， 好不好 ？easy， 好不好 ？easy 350一双，32000块。啊 ，EZ350一双32000块，不知道在贵什么东东的啊，不知道在贵什么东东东东抢的、啊，你知道吗？超贵！我真的觉得 EZ 的鞋买起来，非常非常，有质感，有 sense， 但是我不是这种人，好吧，我可能选不了这种鞋。那这边这个蓝 buff 直接啊，不好意思，莉莉安。收头啊啊啊啊！哎呀，这超人跟我有一样的默契，但这力量看到我们直接嗝屁啊，是不是直接嗝屁？而且我们有什么？有 Caesar's Power，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这个星球崛起？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凯撒？他就叫 Caesar， 应该是吧？是的，欢迎来到全浩的 English Channel。I don't。Well, teach you English, and you have to learn English by yourself. So, we, oh, oh, 吕布啊，吓死我！他弄我这位置很尴尬，你知道吗？很尴尬的。现在看到超人追刀锋哦，残血刀锋直接看到你 ，I see you and you die. So, 是不是？是不是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玩勇是不是就是要打出这样的一个气魄，对不对 ？I see you and you die. You can see me. So， 这个野怪吃一下，再拿下这个红 buff， 好不好？香甜可口，香多汁的番茄汁红 buff。那稍微的看一下状况，我觉得这个塔可以拆下，一次被动就带掉了。Easy， 好不好 ？Easy， 350，32000块。这个我们等一下，来，吕布，我把这个距离拉好，直接蒸发，好不好？直接蒸发，一个 bang， 一个蒸发，对不对？是不是一个 bang？ 是不是我要死啦，兄弟？我是不是Wilson， 直接死去。刚刚打太嗨了，我刚刚觉得，突然完全没意识到我队友 long body 啊 ，why team matter long body 啊，这个小兔兔哪去哪？好，他走。但这中塔我们手很长，是不是可以推一下？可以推吧，对不对？好，我们的这个兵线进去了，这个塔差不多再一次被动，直接带掉
带掉，那这个打进来的话，对方应该是很难守了，好吧？我们以现在的经济状况，还有一个这个经济水平，还有我们的实力，还有我们是永打野啊，永打野刚刚如果带的是闪现，说不定就逃掉。哦，这个兔兔，爸爸直接定到，直接收头啊，不用解释 ，BJ 是，我就是这么的狂，就是这么的 powerful， 是不是 ？Like a Thanos， so we will beat her. OK， I don't want， I have no idea to say what I want to say， and my English is terrible. So don't think about what I say， and you will be happy. Hey, yeah, check it. Happy. OK, happy. 好的，那今天这场就是我的一个用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若喜欢影片可以点击 YouTube 平台，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那么我的 IG 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参与率是90%。好，拜拜。